二月二号，马上就是尹恩光的五个生日了，第五个生日。这边应该已经结束了。必须还给他。哎，我的记事本，奇怪，我本来打算刚才找的，但是能找到真的太好了。哦，可以继续工作了。好，借用一下钥匙吧。游戏室的钥匙，不是休息室吗？儿童房。放着哦，小笑的工具箱，有一张纸。我喜欢戒指，不想被大家拿走，所以藏起来了。藏到时钟里，但是卡住了，拿不出来。拿出来，把它弄下来哦。虽然有碰到，但是不能顺利弄到里面东西。工具箱，胶带。哦，把它粘出来是不是？好，这样就行了，把它粘出来。啊，这个是那些女孩子们一直抢来抢去的戒指，是小笑藏起来的吧？好，那就拿给小笑，她应该就会还钥匙了。笑诶，小笑。是我的戒指。这是游戏室里的，为什么在这里呢？我不要钥匙了，哼，我要戒指。哎，算了，要乖乖放回去啊。好，可以打开休息室了。奇怪，应该是以光的视角才对啊，怎么会变成是银的视角？银的视角来看这个，好怪哦。门是开着的。阿张，我已经告诉医生了，他们好像会马上叫器官移植协调师来，是吗？光的会面时间就快到了，我先过去了。果然，还是放弃吗？什么？医生说，如果不愿意的话，随时可以喊停。不是，并不是这样，绝对不能放弃。但是我读了那封信以后，我对光的事情稍微调整一下情绪。如果银的顺位能稍微往前一点的话，如果银能得救的话，光也是这么希望的吧？说的也是。但是，我曾经考虑过银。赢的什么？如果有什么万一的话，我也想捐赠赢的器官。死亡时的器官移植吗？这种事其实我不敢想。那个孩子一直把这句话挂在身边，我想帮助和自己一样受病痛折磨的人。也许这情况和赢的愿望的形式不完全相同，但是就算一点点也好，如果能实现他的愿望。而且，赢跟光总是在一起的。你说的对。我明白了。我还没能调整好心情，但还是从移植的方向来考虑吧。谢谢。这样做是不是稍微有贴近那两个孩子的感受呢？
恐怕这样的想法是我太自以为是了。但是呢，我希望他们两个人能在某个地方活着，在某个人的生命中也行，我不想失去他们。我无法想象两个孩子的一切都化成灰烬。他的意思是说，是不是也还是有风险呢？我们能做的就这些了。对不起，银光，我们什么都做不了。对不起。今天是事故发生后的第三天，让我们思考的时间根本就所剩无几。后来，我们和来访的器官移植协调师商量，决定银的器官在死后捐赠，光的器官在判定脑死后捐赠。当天就开始了第一次判定脑死，最后的时刻，每时每刻都迫在眉睫。不可思议的是，这个时候我的眼泪都流不出来了，感觉就像在梦里，呆呆地眺望着一个逃离现实的世界。在巨大的悲伤和深深的绝望面前，我的脚可能是僵住了，动弹不得。今天我们去买了银跟光的生日礼物。2月3号。啊，所以现在还有东西吗？嗯？名牌。这是我的名牌。门是开着的。好，最后的判定。接下来将暂时摘除人工呼吸器，确认他是否呼吸。无法自主呼吸的情况下，他虽然不能呼吸，但是会在他的气管内供应氧气。一旦发生危险，我们将立即停止判定。好。好，进行呼吸测试。病房里静静地回荡着无机质的机械音和秒针的声音。听着这个声音，我似乎慢慢地失去了对时间的感觉。不知过多长时间，我只能侧耳倾听，以免错过光微弱的呼吸声。然而，哦，确认丧失自主呼吸。下午1:51宣告死亡。光，明明在呼吸，明明心脏在跳动，皮肤明明很温暖，而他的生命如果没连接机器就无法活下去。无论是他讨抱抱的撒娇声音，还是他被骂得嚎啕大哭，亦或是他无忧无虑的笑容，都不会再回来了。如果能一直这样，一直在我们身边就好了。不久之前，还觉得银在身边，有光在身边，那是多么理所当然的事情。光，快点回来吧，你太喜欢冒险了。爸爸不会生你的气，足球要玩多久，爸爸都会陪你玩的。那时我甚至忘了擦去泪水，只是看着他一如既往的睡脸，眼泪就不停地流下来。找到银的器官捐献者了，与我们想象的相去甚远，像是在灰暗的天空中迎来的朝阳。射进来的这一道曙光代表什么意义？我们总有一天会明白的吧。
2月4日，明天就是银根光的5岁生日了。2月5日，今天是银根光的5岁生日。我拜托了桥本医生，他的手术前给我一点时间，让银根光在一起。肯定是最相符的啦，因为你还是虽然还是有排名，但是还要看你的血液什么什么都相不相符啊，对不对？血液、血型，还有会不会有冲突什么的。银光，祝你们生日快乐！对不起，今天没有蛋糕，不过我们有准备好礼物。送给光的是新的足球。是比现在的球还要大一点的球，虽然对你来说有点早。没事的，光，长个子的，之后会越长越高。是啊，最近抱着你也费一番功夫呢。送给银的是这个，新的运动鞋，很帅气吧？原本想送铅笔的，但是银。你很想踢足球吧？心脏治好以后，就可以跟光一起踢足球了。是啊，光也很开心。你们两个终于可以一起在外面玩了。啊，那一起真的是很难过。我们平静地度过一家四口的最后时光。我现在应该比谁都清楚，永远是不存在的，但我也只能这么希望了。从今以后也要一直一直。学长夫人，差不多该。我知道了。接下来时间头晕目眩，连哭的时间都没有。我们夫妻两人忙于办理各种手续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听到银的手术平安结束的安心感，以及容纳着光的小小棺材轻的惊人。就这样匆匆忙忙的结束了光的49天，顺利恢复的银决定出院了。今天就能回家了，爸爸说工作结束后就来接我们。你努力坚持到现在，辛苦了。嗯，妈妈要去跟医生打招呼，你可以帮我检查一下没忘记东西吗？我知道了。同样的长相，同样的声音，同样的眼睛，看着赢的时候，失去光的痛苦更加强烈了。自从银恢复意识以后，他就不曾提起光的事。这个敏感的孩子，可能已经从我们的态度中感受到什么了。然而，现在银的身体已经恢复了，也该让他知道有关光的事了。一边看着那孩子，一边思考着该怎么告诉他呢？让我痛苦的难以呼吸。嗯，还没出院吗？银，收拾好了吗？有没有什么东西忘记带走？银，你在看什么？这张画，这个是。你果然，妈妈，这是谁？啊？你知道这是谁对吧？所以才会哭出来吧？我不知道。不行啊，银，你听我说，你必须清楚的知道有关光的事。光，看着银静静流泪的眼睛，同时。一阵奇妙的不安袭上我的胸口。银一撒谎就会转移视线，然后他现在却直视着我，反复的说我不知道。你真的不知道吗？你的双胞胎哥哥喜欢踢足球，
喜欢巧克力，你最喜欢的哥哥光啊。我不知道。穷你的银，他是你唯一的兄弟，你知道吗？你记得的吧？不，我不知道。银，冷静点。别这样，不要。银，有谁？有谁？快过来。在那之后不久，注意到我的呼喊声，医生跟护士飞奔进来。一直以来对任何治疗都不会抗拒的银，两个成年人一起按住他挣扎的样子，让我看起来像银又好像不像，而是别人的感觉。能把你的名字告诉我吗？学到银。那么你能说出来现在几岁呢？5岁。能告诉我你家庭成员吗？爸爸妈妈还有我，奶奶偶尔也会过来。接下来你能用这支笔写自己的名字吗？写好了。刚才有什么不开心的事能告诉叔叔吗？你讨厌什么吗？我不知道。那么银，你能告诉我你最喜欢的人，几个人都可以哦。我不知道，我不记得了。对不起，不想回答的话不用回答也没关系哦。那么你最喜欢的食物是？面对来访的精神科医生的提问，银一字一句的回答。每次触及光的话题，银都会露出害怕的表情。看到他这个样子，我不得不承认，银已经不是以前的他了。他失去了最真实的事物。在那一段时间，我们和精神科的医生持续进行恢复记忆的治疗。医生劝我们还是不要去事故现场比较好，于是我就投靠了我的老家。然而治疗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，银又一次又一次的陷入恐慌，他哭泣着不断说对不起。银他一定知道的。然而无论是总与他相伴的那道光的心跳声，或是正因为有如半生般的光献出生命而让他活下来的这件事，现在的银肯定接受不了这一切。正因为是比任何人都温柔的银，所以还不应该让他知道，所以他应该等到他到某个时候才告诉他吧。所以我们与银共同背负杀害光的罪名。光，你的坟墓有点远，我觉得这样子会很寂寞，所以我盖了一座纪念碑。这是你最喜欢的家，你应该也能安心了。这里也可以踢足球。为了不让光感到寂寞，爸爸妈妈也会经常过来的。银不来吗？银他身体还不舒服，他暂时在奶奶家休养。是吗？希望他早点康复。现在虽然不能见面，总有一天，你们总有一天会见面的。我会乖乖等的。晚安，晚安。光，这个花束是奶奶给你做的。对，这很像在通灵，可是就是其实就是两个其实不在同一条线上面哦。我说，银还不来吗？说是2月5日的生日花，是在奶奶家的院子摘的。那个，我好想见到银。这种花呢，叫做勿忘草。我好想它。爸爸和妈妈完全不来了，也没有见到银。他还在生布丁的气吗？我会老老实实跟他道歉的。我一个人好寂寞。好寂寞。
哇，他真的这样黑化掉。鹰为什么都不来呢？他忘记我了吗？我不要，不要忘记我，不要忘记我。不要忘记我，不要忘记我的名字。我想起来了，匡，我唯一的兄弟，光。咦，哇，它亮起来了，没错，是我，我是影啊，光。光，我一直在想见到你，现在终于见到了。爸爸和妈妈都不来，我一个人感觉好冷，但是又不知道奶奶家在哪里。等我回过神来，我就在呼唤你了。但是你好不容易来了，我太寂寞了，没有认出你来。对不起，光，都怪我。害你从树上摔下来，因为我把球故意卡在树上了。尽管如此，只有我一个人擅自忘记这些痛苦，独自活着。我英，别哭，我没有生你的气哦。你还活着，我很高兴哦。可是你还活着的证据就在你身上啊，我向圣诞老人许愿，我将治好你的，所以你能恢复健康，我很高兴哦。而且你想起我了，又一次叫我的名字，仅仅如此就足够了。光，笑一个吧。你之前生病的时候总是一副悲伤的表情，但是现在已经可以开心的笑了。我能笑出来了，谢谢你，都会有你呢。赢，谢谢你。光，我该走了。不，您真是任性哦，这次我要独占爸爸妈妈，在你变成老爷爷之前不能来找我。光，最后答应我，要将我永远永远的记在心里哦。我再也不会忘记了。奇怪，我，银，你没事吧？光呢？一切都结束了，我们终于真正的解脱了，银。面对像小孩子一样不断哭泣的我，
柳希的表情有点为难，却有几分的安心，仿佛从盖子的宝箱里，丰富多彩的感情和回忆满溢出来，让人难以接受。对紧紧握住我的手的温度感到怀念的理由，我现在也明白了。当我喃喃自语着说，光已经不冷了吧，那一天杀了他的撕碎的我，感觉在远处牵着光的手微笑着。我向奶奶求证很多事情，事实上在我上高中之前好像有意在治疗，但是因为爸爸妈妈发生了车祸，好像就没有机会跟我讲这件事了。很多人为我着想，对我撒谎了，原来是这样。无法决定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，但是现在的我只想要记住光、爸爸和妈妈，我想永远珍惜与他们的回忆。这样做很好。对了，我带花来了，光下雪的话太煞风景了。谢谢你。像这个是狗尾草的东西吗？这是猫柳，有人说是报春花，是二月五日的生日花。不是只是勿忘草呢？你觉得它的花语是什么呢？因为名字有猫，是跟可爱之类有关吗？并不是可爱的意思。那到底是什么呢？猫柳的花语就是自由，他希望他灵魂得到自由。自由吗？是吗？谢谢你，光一定会喜欢的。下雪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好冷哦。莹，太冷了，快点跟上。我知道了。